我们这个身是业报身，算命会算到你哪一年会害病，岂不是连身体生病都是命里注定？命里注定就是业力主宰。你这一年当中会遭遇到什么事情？哪些事情顺利，哪些事情不顺心？会遇到哪些苦乐享受？算得高明的人可以把你一生给你算定，然后你这一生就照单去享受。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 人还有什么意思？命运确实是操在自己手中，与任何人都不相干。业力是可以转变的，善恶业，你做善就等于有加，做恶业就等于有减。我们每天都有加减乘除，因为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，所以还是逃不过那个框框。加减乘除幅度大了，就超越了。